哎，小姨，过来了。哦，你全书呢？这里边呢。哎，小姨，行，把这两边慢慢搓，搓成扇形。哎，你这动作太大了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个间距要一致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这回就好嘛。这个来一下。哎，静怡。 爸，啊，当初你说把餐饮部交给我管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招揽人才，你又拼命阻挡。你说你让我这活怎么干呢？你什么秉性我不清楚吗？不能干你就别干。我刚刚给金金打电话了，你这几天啊好好陪陪她，争取年底结婚。爸，这婚我真结不了。 这事由不得你，啊！爱谁结谁结。牡丹，啊，静怡，阿姨跟你说，你那健康证的事儿是阿姨举报的。 阿姨不是针对你，只是阿姨这个人呢做事比较较真。30年前的川江做事那是一板一眼的，可不像现在。现在小夏年轻，你全叔呢岁数又大了，有时候他们顾不过来。阿姨呢只是想告诉你，这川江要是倒了，那咱们不就都倒了？你说是吧？静怡，我知道你的苦心。 都是我的错，我没办健康证就上岗了。这事儿也不能怪你，这事儿啊，只能怪咱们酒店制度管理不严格。这我也是给小夏和你全叔敲个警钟，让他们以后注意点儿。不管怎么样，阿姨害得你没工作了，阿姨在这儿也跟你有所表示一下。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哎，对了，这是阿姨送给你的围巾和面膜，你拿去美美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哎呀，你年轻轻的就应该好好美，拿着，要不然阿姨生气了。阿姨还想跟你商量件事儿，阿姨想收你为徒弟。真的吗？嗯。您这，姐夫。 你在这干嘛呢？我路过这儿啊。钱叔啊，看你们在这说话呢，这。我正想跟你说呢，我打算收黄牡丹为徒弟。真的？这还有假呀？只许你教黄牡丹，就不能让我收他当徒弟了？哎呦，好事儿，对你是个机会。我可以吗？牡丹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想不想跟我学面点？当然想了。那好，赶快去准备准备。哎，你准备准备。哎哎哎，谢谢静怡。 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前脚把人给赶走了，这后边的马上对他又那么好，我觉得你这变得也太快了吧！我只是想收黄牡丹为徒弟，这一码归一码的。如果你要觉得不合适，你马上跟我说一声，我绝不会伤害你的掌上明珠的。不行，你收他为徒弟，行啊，行。 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任务可是咱们刑警队的孙队让我们协查的，咱们要是办好的话，人家就愿意接受咱们，你就能调刑警队。哎呀，我说你别在这发信息了，行不行？这个周翔不是什么好人。我不许你说他。行，我不说他，行吧？咱们现在任务第一，你去刑警队，这事儿第一，行吗？ 我跟你说呀，这个事儿啊，跟我小姨说就行了，她最了解情况了。整个社区她最熟，所以呢，也不用你费心。再说了，我的事儿也用不着你管。怎么就不用我管啊？
我是你的战友，我是你的同事，我是你的朋友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必须为你负责。哎，咱俩还是分开调查吧啊。周翔，周翔。